红烧肉。接种新冠疫苗。啊，光的光的。准备扎针。带着宝宝来的，宝宝不让进，我打完了，在外面观察30分钟，让孩儿他妈进去就打了。人不太多了，不用排队了。取了一堆的快递，上楼了，准备用卤料包做点红烧肉。红烧肉。